他下一次来会是什么时候呢？哥，你猜谁来了？好久不见。我好想啊，居然停电了，好黑呀、啊，我有点害怕。卡罗米拉，有句话我一直想对你说。怎么停电了？泽塔，快把电接上。接好了。哥，这花你是送给我的吗？卡罗米拉，你也在？没耽误你和特丽莎吧？啊，那倒没有。走去尝尝我刚做的好吃的。快尝尝。星星，烤肠很好吃，但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。是有什么事情吗？来，你单独跟我讲。特丽莎在停电的时候一直摸我屁股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。好啊，这个死班机，看我怎么教训他。特丽莎，没想到你居然是这种人。你就无耻小人精灵。点个关注吧。趁着泽宝不在，大家一起吃零食，这样会不会不太好啊？没关系。什么？你们居然背着我偷吃？是你害得我零食被偷走了好几包，小奇怪，我不跟你们玩了。那你走啊，你别后悔。咱们接着吃。我们去安慰一下泽塔吧。快看，泽塔要跳楼了。什么？泽塔？泽塔，你在干嘛？害得我们担心你。嗯，让你管。好啊，不理我是吧？看来我只能放大招了。好香啊，看起来很好吃。发的菜品是不是很香？嗯，我才不吃呢。我知道你受委屈了，这是专门为你做的哦，快吃吧。真好吃。那以后可得给我认真工作哦。点个关注吧。特丽莎，快救我啊！救命啊！特丽莎，快救救我！谁在说话？别装神弄鬼了。宝贝们别睡了，今天来了个新伙伴。再来新人的话，冰箱都挤不开了。就你话多，这伙伴可是我请来镇场子的，快看。这不是我梦里那个人吗？杰德为什么比我还高了？你自己问他吧，我去做饭啦。开饭喽。主人，我发现杰德前面好像不爱搭理人，他就一直站在那里不说话。你知道他为什么不说话吗？可能是不喜欢我吧。因为他就是一个不会动的玩具。哈哈，这玩具杰德是我请来镇场子的。那他又不会动，但是他看起来高大威猛，还是很有震慑力的。他真的是一个玩具吗？点个关注吧。冰箱里是来老鼠了吗？为啥破了个洞？什么样的老鼠能咬出这么大的洞？为什么最近老是有人来捣乱呢？主人，你最近是不是得罪人了？我这么一个遵纪守法的美少女，怎么可能得罪人？那他一天来一次，我们怎么办？不如咱们夜里都在冰箱外面藏着，看看有没有坏人来捣乱。如果真有人的话，泽塔你就踹过去，然后扳机摁住这小贼，泽塔用绳子捆上他，我们将这人当场拿住。主人，这个计划好，我们今晚就开始吧。不，晚上鹅睡觉怎么可能跟着你们熬夜呢？不然皮肤就不好了。算了，计划取消吧。反正我还有好多手抓饼，偷走一两个也没关系。大家快尝尝。女人变脸也太快了吧？卡洛米拉也这样吗？哪天嫂子来了，你当面问问啊。我可不敢。点个关注吧。鸡仔，别在这儿睡了，给你放一天假，快去休息。好耶，终于休班了。我不睡，赶紧通宵看电视。班鸡仔，快来帮忙！都凌晨了，主人，我来了。今天赛罗要过来，快帮我搭把手，把早餐做好。主人，尽管吩咐。你去把蚝油拿过来。我要的是蚝油，不是酱油。好的。班机怎么回事？感觉眼睛里好像看不清东西啊。他不会是近视了吧？他昨天看美女看了一个通宵。主人，我不想戴眼镜啊。我送你一样东西吧，绝对治好你的眼花症。但我也要。你们眼睛又没花。你看我眼睛花了。主人，我好像也看不见了。你们都给我起开，别在这碰瓷儿。哎，还好我没加入冰箱守护团。点个关注吧。就让我给你们制造点混乱吧。七七，冰箱里有小毛贼。怎么了？哪来的小毛贼？我也不知道呀，我看着看着电视，饮料和零食就都不见了。是被你自己吃光了吧？怎么可能？我一定要严查。人都给你找来了，你查吧。你找死啊？感觉都不像啊。
好啊，就是你这小偷，你冤枉我，就是你老欺负我。走开，你找事是吧？你们别打了，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呢？点个关注吧。有炸弹，赶紧跑！该死，绿箱怎么给锁住了？大家别慌，这手雷说不定是假的呢。泽塔，你这个老六，我们一会要被炸死了，赶紧想想办法。快用龙虾肠挡一下。我也来。啊，这也可以啊。哇，这龙虾肠是专门做给我吃的吗？你刚刚在干嘛？你还有心思玩游戏？刚刚黑衣人在冰箱里扔了一个手雷，差点把我们炸死了。啊，还有这种事儿？到底谁干的？这才刚开始呢。点个关注吧。大家来冰箱有多久了？得有半年了吧。哎呀，在冰箱里真的待够了。那我给你们一个出门透气的机会。这是要带我们去旅游吗？要去哪里玩？阳光沙滩、碧水蓝天，还有欧布又补气。难道是加古拉队长？不说了，兄弟们出发，夏威夷出发。没必要这么夸张吧？大家跟我走。这里是碧水蓝天，这里是黄金沙滩。欧布又补气居然只是红凯爱喝的汽水，这就是你说的旅游。现在和冰箱的极限距离还不到三米。其实我现在很需要你们的帮助。哼，我不听啊，我草裙都白穿了，还以为去夏威夷。你们再不帮我，我的零食就要被偷光了。主人别哭了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本来囤了一架子零食，但是最近发现有好多零食不知道被谁偷走了，所以想请你们帮我抓住这小贼。你真是万恶的资本家，不光让我们守冰箱，现在还让我们守零食。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你们在我心里可是守护神的存在。哼，女人的嘴，骗人的鬼。以后零食管够。好耶，好耶，主人，我们一定会帮你守护好零食的。来，我们开吃吧。守护零食会，我泽塔义不容辞。点个关注吧。起床了，太阳晒屁股了。别闹，让我再睡会。别睡了，该上班了。上班哪有睡觉重要啊，别烦我。现在立刻马上给我起来。谁呀、啊？这么吵啊，主人。好啊，你竟敢上班时偷偷睡觉。让你烤的小酥肉呢？为啥还是生的啊？我记得我设定好时间了呀。去一边罚站去，我自己来。何凯最近怎么了？一副觉不如睡的样子。最近他天天半夜去找赛罗训练，可能累着了吧。为什么要训练？可能想更好的保护你吧。别让德凯发站了，把他叫进来，我有惊喜给他。主人有惊喜给你，你先别睁眼。什么惊喜啊？好了。哇，这张床送你了，现在立马给我去睡觉。可是大家都没有床，我这样好吗？收下吧，反正主人天津不是一两天了。七七晚安，点个关注吧。看，我给你表演一个魔术。你居然还会变魔术？那当然，我还有更多魔术，快跟我来。耶、yeah, ，有魔术看喽。好喽，这是粉状的，对不对？加点水在里面，妈咪妈咪吼，好厉不厉害？好厉害，主人，这可以吃吗？当然可以，味道还是甜甜的哦。哎呦，你是不是傻？这哪是被魔术，明明是冲热水，好像大鼻涕一样。他，好好吃呀，再给我一碗。是吧？可惜呀，有人只能看着我们吃喽。放开我，放开我，点个关注吧。谁杀了我的奥特曼？一定是你这新来的，我要把你大卸八块。我要用这道酱香鸡蛋午餐肉祭奠我的宝贝们。咔咔咔，大家别演了，主人已经成功把午餐肉干掉了。快，咱们赶紧去尝尝，泽塔留下来打扫卫生，我们走。主人，午餐肉好吃不？我们不装死的话，怎么能骗你做这么好吃的午餐肉？你们好坏哦，我好喜欢。点个关注吧。德凯，考你一个非常简单的数学题，只要你回答正确，我就给你找个女朋友。真的吗？那我赢定了。请听题：假如孟比优斯兄弟三个，老大叫孟比一斯，老二叫孟比二斯，老三叫什么？孟比三斯。错，泽塔你来回答。老三那肯定叫鱼香肉丝。没错。什么？你给我滚一边去、你们是猪脑子吗？老三肯定叫孟比优斯。总算来了个智商高的。那赛罗，我问你，一个特利迦加一根烤肠等于什么？这问题是来刁难我的吧？错，特利迦，你告诉他。你们自己看吧。成香肠泽塔的话，我现在就能帮你。这下你和烤肠就融为一体了吧？
点个关注吧。